吗？有一点。那给你，你拿着好不好？我给你拿着这个，我们去前面走走，你说。是吗？那好，随便你按你的方向走。我沿着走吧。沿着走，你要哪边走？外面。沿那边走，好的。走到万啊？不走到万吗？你想去哪？不是听 你想去那边吗？不是听你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去哪呀。啊，我走吧。好吧。嗯。走吧，那，往前走，去那个餐厅吧。好的。你想吃东西吗？想吃饭吗？有一点。有点饿了。他们为什么那个冲浪板上有个绳子？冲浪板什么？上有个绳子。冲浪板上都有绳子呀。那是干嘛的呀？每个冲浪板上都有绳子。就是绑自己手上的吗？就是绑。就是绑上的，绑一些器具啊，绑脚啊，或者绑。哦。那我具体当然不知道了。我看看。你看看。我看看我订的。拿着。好的，这是我的 BBQ， 这是韩哥的牛油果汉堡。什么牛油果汉堡？不是牛油果吗？拉丝。哦，经典。牛油果是我家的酱。哦，对。不想啊，黑。不是你这个眼睛什么太黑？皮肤好黑。不黑的啦，看我们这次我们的大海边啦，然后呢，今天我。好黑呀、啊，韩哥你在玩什么呀？拍个照。好吧，韩哥拍照了，我们去拍海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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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韩哥，我们的海边游到此结束。耶，韩哥呢？啊，在这儿。这小孩，我以为是个小女孩，结果她有个小孩。不过，这还是挺好玩的，挺有趣的。但是沙滩太差。什么？沙滩太差。沙子就这个沙子。石子太都是石子，不是沙子。建议一下，叫沙滩，叫石滩。建议一下，再次来的兄弟姐，先兄弟们姐妹们，一定要带拖鞋呀。这个不带拖鞋真的疼死了，真的。这个海边可搞不定。但是好爽，你说下个班或者放个学就直接奔到海边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一车。嘿，那有个缆车。哪有缆车？那个缆车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个咱们昨天看见那个缆车那个。对，好吧，走。太美啊，嗯，但我不为什么每次海边去完回去都觉得好累。我也会这么觉得。韩哥最近早上也是第一天早上我真的气8点多就起来了，第二天是要9点，那睡一会儿嘛，好，九点半，今天这11点。哪有11点？10点半了。10点半，对，10点半。十一点差好多哟，差好多，半个小时。啊，有差半个，对。而且我今天没化妆啊。对，今天没化妆，所以呢，所以可以多睡一个小时。对，为了多睡这一个小时，对不起观众啊，对不起我们的粉丝啊，虽然我们现在的粉丝就只有13个人，但大家如果看到无意之间的话，请多订阅啊，所以太无聊了，没人订阅了。没有太无聊啊，所以说也是记得我们嘛，对不对？没人要看我们。有呀，韩哥长得好看，足够帅，怎么会没人要看呢？对不对？你这种是会被挂出来放热搜的。为什么会被挂出来放热搜？某
108线博主称自己长得帅，然后图片放边上。这怎么了呀？请大家评论，这此人叫帅吗？我觉得会有很多人说，哎，其实我觉得我不能帅吧，但不能说算帅吧，但是绝大部分博主的男朋友也没有比我好看到哪去。我只能这么说，就是不是？我只能这么横向比吗？只能这样，就是安慰自己。对，没有，真的没有特别好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就结束我们的西班牙之旅啦。我韩哥又找不着了。不是，我在看那个，他们是坐电梯上去的。坐电梯上去。但那个是去哪嘞？我们这次没有去古埃尔公园。咱们不是可以去那个里斯本的市中心吗？不是有那个电小小电梯，然后坐上去吗？不是，古埃尔公园不是。哦，我知道，你说要爬楼梯那个，对吧？对。